侦查第一大队日前接获线报，新竹地区有帮派分子改造持有枪炮组情资。那日前经过积极的侦办以后，见时期成熟，持。 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搜索票执行攻坚搜索，当场查获一改造的一个兵工厂。这个对象李姓组嫌非常的狡猾，不断的更换他改造工作的一个地点，也不断的更换的联络方式。我们费了相当大的时间才稳定的追查到他的具体的位置。然后由于他整个工厂的内部结构，他也有加以改装。 跟伪装，所以说我们特别跟我们的除暴特勤队，就整个攻坚进入的部分，也做了研讨。在4月8号时机成熟的时候，一举突破进入到这个里面，还有阁楼，而且还有一个小的一个藏有作为改造工厂的一个小空间。那我们这一次破获了5把改造的手枪，1把改造的霰弹枪，200颗子弹，还有3把的半成品手枪。 那我们也认为这个对象在整个改造的功力跟行情上面是不一般，所以我们也会尽最大的力量追查他所改造的枪支流向是否跟近来所有的这些重大的案件有所关联。